亚春，你今仔窗门用外口看。啊，啊是要看啥？你怎啊收工去做事了？王亚春，我爱你，请你嫁我好吧？这我拢什么时代啊？哪有人过用这年老派的招数在求婚啦？咁你足奇怪啊！啊，我嘛无什么求婚的经验嘛，我就上网哦，看了别人的求婚影片，我就叫你做啊，你无介意哦？我就介意的，你有这个心就有够啊！我够这个岁啊，我们就是讲我的人生大计就安尼啊。自从拄到你了，我才知影什么叫做灵魂伴侣。原来跟自己心灵这么歹的人做伙相处，是这么自然、这么欢喜的代志。只好我的每一天都过得更有意义，不管我们都能做好人过，我都一定会尽全力来照顾保护你。好一点吗？亚春，嫁给我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要答应你啊。等，你先快起来。再来打在纪念的画面哦，我们用现实动态记录起来。阿你好阿伯，我的脚要麻起来了。你好啊，你再坚持一下哈。